我们的吃透透终于要开拍了，我们的第四集。躺下了，收服了。很快。哎，那只海龟，它上面画的图案，你觉得这样快吗？然后你要从哪里开始吃？我从它头开始吃。它是黄鱼吗？这样子，我要吃干贝。它直接稍微炙烧过一点，所以说那干贝吃不进。好，二，好，继续。